明天，千佛山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，3月3民俗文化庙会节的开幕式。这次庙会啊，都有哪些个好看的好玩的呢？咱们今天先跟着我们的记者呢，去帮您打探一番。寻春季，逛庙会，觅良缘。千佛山3月3民俗文化庙会将从明天开始，为期14天。那小栾现在呢，就已经来到了千佛山风景区，帮大家呀来提前探访一下，看看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。3月3又称上巳节、女儿节，在古代呀，也是男子向女子表达爱意的情人节。今天在现场，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参展商提前过来布展了。这里呢，不仅吃喝玩乐样样齐全，还有很多文创产品、民俗表演等着您。那这都准备了多少货呀？货挺多，这么两车的。两车的货，今天都拉过来了。没有，今天来了一车。嗯。后期的话再拉。嗯。有麻糖。有烧饼，还有姜糖。我比较关心价钱，那跟我们去周村买那价格能一样吗？差不多，周村也差不多，回去我们家那边也差不多。更好的服务好济南市民和全国游客。我听您口音不是咱山东这边的吧？是重庆人。哦。我就是这边吧，山东服务很好嘛，我每年在这边，我把我们重庆的特色啊运过来。这是三月脆脆片。这个也是辣的吗？这个不辣。哦。这边是辣的是吧？哎、对。我们尝一个哈。很好吃，是番茄味道的。今天就是先布展，把摊位摆好啊，整理好，明天准备开业。那咱这个调料有什么特点，或者是有什么与众不同？都是石磨现磨现卖的，这都是。4月22日，也就是3月3当天，会有全球汉服模特大赛济南市试赛，筛选优秀模特选手，组成汉唐宋明巡游方队，演绎一场古风灼灼、衣美飘飘的大美国风画卷。哎，挺好的，这里氧气啊什么的都很那个充足啊。嗯。还行吧，也不算很累。是的，七号哥嘞。从齐河过来的啊，明天有庙会，您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明天还来吗？明天还来。好，明天要不要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去直播看一看呢？啊，4月20号到22号期间，凡是关注千佛山风景区公众号的，并且身着标准汉服的朋友，可以从千佛山东门进入，免费，听见没？啊，免费啊！这个别光听见免费，你得身着正儿八经的汉服才行，好吧？穿上汉服从那门进啊，还得关注人家的 APP， 听好了啊。